算这个长度啊、宽度啊，其实这个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，不然其实它整个它就会跑步。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机器这个吗？这个雷射切割的那个？对啊，没，雷射切割是雷射切割机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画，然后画完它就让雷射切割切出来。比如说这个造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。